开了。喂，他们是人类，欢迎来到英雄。哦，他们是好吃的。我觉得最好的位置在这儿。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碾碎他。来了来了。我的脚很想问候一下你的屁股，然后再让他们后悔自己没生出来。快开个路，大长官！所以我才是主角。完了，没回上来。我讨厌给暴力和神经病代言，问题是、他们跟我很合得来。这一团垃圾能都不交啊。哎呀，气死！哎呀，不亏了呢，这样。这能打得过吗？啊，也差不多，有征服者，对面是艾迪。我就是想找茬儿跟他们打仗啊！这 Q 空了。你烂了，这不讲。冷静点儿，你这贱兮兮的小畜生！他们为什么不敬礼？他们看到我就该敬礼的，现在给我敬礼！就是，我这诺是1级0.74的攻速，我操！他带的攻速攻击力护甲主席欢心 E 一下 A E A Q A 拽一下 A 再 A 进内圈，别让那外青刮回血，走内圈换血，很赚的。E Q A E 拽一下 A Q， 哎呦死了，这样交闪好了，我寻思死不掉呢。交闪倒是可以不死。哎，我以为死不了。我这一手弄死你。应该交闪拉扯一下的，不过这波一换一也不亏。我越塔完这波兵线是，这炮是没劲了。这波兵线是回推的，回推的对面小兵先到。快救一下！我们只不过是想要一块空地啊，但是我们会把他们的东西都抢走。还能再拉回，还行，不亏。我二级把三级难倒傻。这下抓到你了！我在飞机空了。Skull，交给我来！升。回来，让我在你脑袋上撞一斧子。不会觉得寂寞了。一进内圈 ，AQ、AE 去打了一二三四，再 AQ， 先先 A， 卡个攻击距离啊，咱们。还有鞋子，咱也有鞋子啊，不急。你要是敢再这么干，我就扒了你的皮，抽了你的筋。我们刚差点钱，差点兵了。别担心了，没办法，玩的就是好。但是。他鞋子不假，裸护甲鞋。因为我知道有人在埋伏我们。咱们铁丝兵裸黑切。
稍等，我得回这老哥个消息。准备好了吗 ，Scar？ 今天是个大风天，疯子的风啊！这波诺手 DF 应该好了，他是一级团教的闪现，所以我刚才单让他没教，一级团教的闪，疾跑跟我点燃差不多，他技能应该好着呢。还是老样子，尽量 E 级那圈，这人没带骸骨 ，EQ 拽 ，A Q， 可以拽 Q 人 ，A Q E A A 拽 ，R 出防御塔。直接处刑。少校、上校、百夫长、克烈大王不会逃跑，从来不会。要不然打单带吧，对面这个阵容。一会儿来个破败不错。别别。嗯。混账胆小鬼，等我骑过去宰了他们。加血 ，EQ， 还以为自己能跑啊？拽一下减速 ，A。我警告你，别抛下我。没意了，下一套 EQ 杀你。在库尔萨拉的大门。他们往我们头上淋的是沸腾的火油，你 Q， 但是勇气经得起油炸火烤。放松点，孩子，放松，肚子上来一斧子，滋味如何呀 ？Enemy rampage。妄想的意思是掌握了所有的情况。他们都是乱闯进来的，先宰了他们五个再说。护甲鞋不太好越呀，刷对面野怪吧。哇哦 ，Scar！ 哇哦！哇，他们已经是死人了。喂！他猥琐，咱就刷他的野怪。E Q A A A 转 A A A， 不 ，Scar， 别这样 ，Scar 真坏。这疾跑持续时间这么长吗？我喜欢的东西不多，只有这片蓝天，还有这条蠢蜥蜴。就算你是我想象的，而且我也不会说西语，但不代表我不了解你啊。没错，我要去干掉他们 ，Scar。对，一拉开，冷静点，你这贱兮兮的小畜生。Q。来人弄了，操！
活，这个少将海军先锋旅长这个不要脸的东西可不是靠逃跑的才能换来的。哎，这人呢？抓住他们！你得交闪，他的爆发能直接瞄我。我干掉你，然后拿走你的东西。啊 ，Q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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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会撤退，我从来不撤的，从来不。嘿，直接把这两人做掉，一刀死个。胜券在握。他闪现把我那个技能扭了。我老觉得你会说话。后面下。哎呀，我这肯定是幻觉。破败破剑巨酒 CD 鞋，这把战锤。哎呦，还行。别入不他干。跟我来！脚下生风，脸上见血，还有比这更爽的事情吗？对，你翻吗？你就翻，连刷你都走不了。你这家伙招人清净！这可属于这么猛吗？快滚回来！你在逗我呢？脸毛的畜生！我说你走不了，你就走不了。一个头过去了。嗯。我说了，我不会后退的。在我这儿，我就毙了。嘿，逮着你了吧？走呗，打的就是你。A 塔呗，
有意思的是，他正好死在了我的地盘的边界上，我的地盘又变大了。耶哈！抓到你了！两人到上面区，大部分全是被我给刷的，还没什么野怪。还挺惨的，这是打单带的出装思路，打团第三件就射十五就好了。放松点，孩子，放松。你刚刚看到我插在那儿的欢迎牌了吗？没有，我用你朋友的脑袋做的那个。这么痛的暴力又变态，这就是我说的，早就能想到的结果。这边 AD 勾死了，这勾我正好直接 Q AD 了，我这回头 R， 这 R 得碰到机器上。墙太厚了，你快跑起来！十二喜欢吃活的，要命啊！哎，完了，没 Q 好。啊，完了。我烧的维克多，好，太脆了，这抗性有点低。不会吧？不，我非常肯定。我不是在胡说八道，这他妈血怒就应该把诺手那血怒给改没了，你知道不？死阶段直接就没了。玩诺手都这么傻，需要什么计划？我有胡子不就行了？那谁给我整死？诺手给我整死的，二杠八的诺手是吧？流血一下流一百，哇哇！现在别冲动，差一点。我操，这狗勾过去了，熟悉者。你的方没盾了，没盾了。OK。这回我就不怕他们了。快后出打了2000伤害，我操。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破败应该是这版本氪界输出最高的一件装备。
比聚酒黑切要高很多，破败很适合咱这种普攻型英雄。破败这版本真强。人手破败。An ally has been slain. 我的玩具是手枪，我的工具是。公爵好猛！瞄我还是费劲。第一件不能出。你第一件买破败，对面全买护甲了，你的破败就没收益。破败的收益是打血量高的英雄比较厉害。靠，他收集了光秒了。收集者，一般第三件买破败，除了打塞恩以外，塞恩可以单罗破败，其他都得看情况出。明白他们是从哪儿来的。装备啊，到5000加6000伤。什么？我已经把半个排的人都喂给你吃了。